都在吐槽成毅拍戏赚得多，一天208万妥妥太子爷，却很少有人看到这个拍戏完全就是在拼命再赴山海剧组拍个打戏。两米多高的威亚说断就断，在成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接重重的把他往台阶上摔，简直不敢想这得有多疼。然而因为现场围观的粉丝太多，成毅为了不让大家担心，刚被摔倒就得赶紧拍拍屁股爬起来，装作一副没事的样子继续拍戏，属实让人看了心疼。咱就是说，都说武侠剧是成毅的舒适圈，可实际上赚这些钱真的很难。当小鲜肉靠偶像剧耍帅就能挣钱的时候，成毅每天都在剧组各种打赤手空拳，全凭自己的硬功夫。这也是为啥他总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身上的淤青实在太多了，露出来果果们不免又是一阵担心。而他拍戏至今被威亚摔伤似乎早成了家常便饭，三天两头看成毅在剧组打石膏坐轮椅，甚至还有被急救拉去医院的时候。难怪人家一天能挣那么多，全是拿命在换。成毅在拍赴山海的一场打戏，会出席，但整个商场还是被果果们给包圆了。听到一点风吹草动，直接全军出击要去给哥哥捧场。看整个商场都挤满了成毅的粉丝，才明白哥哥的号召力到底有多牛掰。虽然商场一直声称成毅并不会出席，但好不容易果果们有机会跟他见面，一个个的都舍不得走。结果成毅夜晚直接空降现场，还是跟粉丝见了一面。原来这就是偶像跟粉丝双向奔赴的爱。要知道成毅愿意见粉丝，实际上也是顶着压力的。要知道成毅最近正在赴山海剧组拍戏，为了能挤出时间来参加活动，每天直接高负荷工作十几个小时，但总有一些私生在打着爱他的名义不断地干扰成毅的生活。凌晨四点酒店门被敲，辛苦工作一天的成毅甚至没能睡个好觉，更别说有的粉丝为了飞机偶遇成毅，私下打听他的行程，疯狂抢商务舱的票，导致成毅只能可怜巴巴的坐经济舱到处飞。还有的人也会装作是果果私拍了成毅的照片，然后高价去卖给真粉丝。即便自己的真心总是被辜负，但此次活动成毅还是没忍住，愿意露脸跟粉丝见面。这么真诚，难怪他大。别再说成毅是欢瑞太子爷了，近期赴山海剧组骚操作不断，剧宣的时候用成毅的流量来炒热度，疯狂涨了几十万粉，现在热度起来了就开始捧配角，而冷落成毅这个男主，直到看见赴山海的某个资方欢瑞占了一大半才明白，原来这次不平等待遇还是公司搞的鬼。
要知道，程毅出道十几年，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一个个配角演出来的，好不容易争取到。琉璃能靠演技大火，程毅哭戏吐血，悲惨道：“凭一己之力创造出破碎感一词，公司看中了程毅的流量，立马给安排了沉香如屑继续大捞一笔。”结果是非常如愿，因为有程毅，这部剧也相当火爆。但你敢想，公司并没有因此收手。程毅不想把自己的戏路进步在古装，拼尽全力争取到了一部外戏体现。没想到成绩出来，公司都不愿帮他宣传一次，甚至还瞄准了莲花楼，让程毅全年无休，都要无缝进组。期间，程毅为拍戏各种受伤，连骨折都要坐轮椅进组拍戏。你以为是程毅敬业，不愿意休息，实际上都是公司档期逼得太紧，让程毅不得不去工作。咱就是说，明明是被用来当赚钱工具人的，却还要背上太子爷的身份。公司对待程毅，良心有多少是真的让人信？本以为程毅将无缘24年暑期档，没想到这歌竟直接攒了波大的。据说下个月不仅英雄志会播出，就连压了好几年的深浅也要上映。咱就是说，果果们终于有机会大饱眼福了。首先就是英雄志，程毅演的男主如云，武功高强，有勇有谋，一袭盔甲穿在身上，意气风发的江湖侠客是瞬间对位了。要知道，武侠剧可是程毅的统治圈，但凡有他出手，光打戏就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。奈何这部剧因为题材问题，不仅没有宣传，还被压得迟迟未能上映。如今是终于有点风声，还真是令人期待。再来就是程毅的另一部剧《深潜》，想必三四代果果都没有什么印象，不禁疑惑，哥哥什么时候还拍过这种剧？实际上，《深潜》作为欢瑞自家出品的剧，早在20年左右就已经拍得差不多了。作为程毅的首部谍战剧，妆造这一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一身西装，再配上他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身材，这果果们谁能抵得住诱惑？如今深潜也有消息称会赶在英雄志之前播出，有生之年能看见谍战程毅，也真是此生无憾。咱就是说，果然没有程毅的暑期档是不完美的。这歌虽迟，但一定会到。你最期待他的哪部剧？就说娱乐圈不能没有程毅，这都24年秋天了，到底是谁还在想他？明明是暑假的霸王，但凡有程毅上新剧，其他剧都得靠边站，因为第一永远属于程毅。哪怕去年的《莲花楼》被压流量、压热搜，还不是拿下了最好的奖项？更别说在之前的《沉香如屑》了，直接霸屏全网。本想着24年的暑期可以再看程毅上新剧，再一次把粉丝迷的神魂颠倒。毕竟他手里一部《英雄志》已经拍完很久了，传了无数遍要上的消息。可惜的是，到现在都无果。这要是突然空降播出，不得给其他剧来个降维打击，让他们看看王者出手什么才是爆剧。不过程毅这2年没少拍戏，基本上都要住在横店了。刚拍完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，扭头就进了《富山海》剧组。想必这两部剧离上映也不远了，这歌只需要重新挥个剑，肯定能立马夺回属于他的天下。你最喜欢程毅演的哪一部剧呢？